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今天上午在党部礼堂，为县内家境贫苦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装置支架，这是由县政府配合联合服务工作中的一个项目。宜兰县目前有小儿麻痹儿童一共133人，装置支架要经费100多万元，都将由县政府和县党部共同。